初一十五供佛时，拜十方世佛属于夹杂，不算夹杂。啊，这个佛堂里面的佛寺是戒引大众的。啊，真正修行是在平常自己的功夫。啊，这个要懂。啊，佛堂里面。上场就跟唱戏一样嘛，表演嘛，表演要表演得很逼真。那为什么呢？是戒引一些不学佛的人，让他们看到的时候感到佛法殊胜，感到佛法好，戒引他入门。啊，所以佛法它是随缘不攀缘，佛门里面没有拉信徒的，啊，没有劝你进来的，不是的，自动来的。这是学嘛？那师道嘛？师道是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。学是你来求学的啊。那求学，我们又不招生，怎么样来戒引信徒呢？就用表演的方法，让你看，让你感动，哎，让你生欢喜心，你自动入门来。这个要懂啊，所以它有作用啊，它不是没有作用啊，啊，所有这些法会东西都是戒引大众的。